因为我们今天送《道致宗旨礼应大通篇》，还有《心经》《弥勒真经》哈、哦，各三遍吗？对，各三遍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各位前贤晚安。那九点了，那后贤就先开始导读《道之宗旨》：敬天地，礼神明，爱国忠士，尊品崇礼，孝父母，重师尊，信朋友，和乡邻，改恶向善，讲明五伦八德，阐发五教圣人之奥旨，克尊四维纲常之古礼，洗心涤虑，借假修真，恢复本性之自然，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，己利利人，己达达人，挽世界为清贫，化人心为良善，济世界为大同。礼运大同篇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，废疾者皆有所养，男有分，女有归，或物其器于地，也不必藏于己，利物其不出于身，也不必为己，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般若波罗蜜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色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色利子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即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颠倒梦想，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，三世诸佛。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，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。即说咒曰：揭谛，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悟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宗序，
浑圆古厕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。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清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警领三十六员将，五百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宗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十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。道之宗旨。哦，哎，对，好，有了有了，道之宗旨。敬天地，我知道，道之宗旨第二次，敬天地，礼神明，爱国忠士，敦品崇礼，孝父母，重师尊，信朋友，和乡邻，改恶向善，讲明五伦八德，阐发五教圣人之奥旨，克尊四维纲常之古礼，洗心涤虑，借假修真，回复本性之自然，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，己利利人，己达达人，挽世界为清贫，化人心为良善，济世界为大同，礼运大同篇。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
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。鳏寡孤独，废疾者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。或物其器于地，也不必藏于己；利物其不出于身，也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恭诵《般若波罗蜜心经》。你高兴点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色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色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即灭道，无智亦无德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波罗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《弥勒救苦真经》第二遍。佛说《弥勒救苦经》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宗序，滚圆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鹅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
报是临潼查得清，三观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清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锦领三十六元将，五百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南阎归正宗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十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，恭送道之宗旨第三遍，敬天地，礼神明，爱国忠士，敦品崇礼，孝父母，重师尊，信朋友，重乡邻和乡邻，改恶向善，讲明五伦八德，阐发五教圣人之奥旨，恪遵四维纲常之古礼，洗心涤虑，借假修真，回复本性之自然，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，己利利人，己达达人，挽世界为清平，化人心为良善，济世界为大同，恭送礼运大同篇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，男有分，女有归，或物其器于地，也不必藏于己，利物其不出于身，也不必为己，是故谋避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避，是谓大同。恭送般若波罗蜜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
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色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色利子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知般若波罗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，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《弥勒救苦真经》第三遍。佛说《弥勒救苦经》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即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锦领三十六元将，五百灵官紧随跟，
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征武为将帅，青脸红拔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灯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道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南延归正宗。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。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两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十叩首。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。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弟子赵桃米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回向于争取来春大德。回向于争取来春大德，恳叩祈求，恳叩祈求弥勒祖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。愿会菩萨慈悲作主，愿会菩萨慈悲作主，愿争取来春大德，愿争取来春大德，往生西方弥勒净土，往生西方弥勒净土，回归老母怀抱。回归老母怀抱，愿生弥勒净土中，愿生弥勒净土中，莲开遍见慈尊容，莲开遍见慈尊容，即得不退无上道，即得不退无上道。再随菩萨下阎浮，再随菩萨下阎浮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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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，感谢点禅师，感谢各位前前给后学这次的学习机会，那谢谢大家。
后写导读到此为止，谢谢。谢谢古瑞姐姐。感谢全贤慈悲。感恩感恩护全人，感恩感恩多点关心慈悲，感恩多点关心慈悲，感恩多点关心慈悲。各位全贤，谢谢大家一起共修，晚安，拜拜。各位全贤们，大家晚安。大家晚安。护理院，晚安，再见。